我就不询问这次作战的意义了。总有人破坏这份难得的和谐。那个，我尽量不拖大家的后腿。出发时间到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先离开这儿，走这条路，快！博士，抓紧我，我要用能力传送过去，这样快一点。希望这次任务能赶在晚饭前结束。明白。我会听从。这把斧头可不是装饰品。早点逃走比较好。好，药瓶全都碎掉了。Thank you.
啊，博士，我要出发了。明白，是个观察战场的好时机。进攻！我会听从命，这把斧头可不是装饰品。我要小心一点。啊！这是药，请收下。我还挺顺，要扔得准一点。啊！这把斧头可不是装饰品，是不是该切换成正面突击模式了？突击！啊！要扔得准一点。防守这里的话，应该能吸引到很多敌人。要扔得准一点。射击辅助平台展开。让我来。黑秀，我们得帮帮博士，不要靠近。加速。外面可是很危险的。没关系，可以治好的。你们在看哪里呢？听从差遣。药来了。我也是有脾气的。听从差遣。这个敌人是我的。没关系，可以治好的。我的武器可不止匕首。药来了。博士，我在。再过来，我不客气了。让敌人感到恐惧，我能做到吧？等我出，送你回家吧。没关系，可以治好的。不愧是博士，英明的决断。这儿呢。我的武器可不止匕首。没关系，可以治好的。通讯很稳定。
就像我保证过的一样，任务顺利完成了。我刚刚去做什么了？拜托，太过认真的追究，可就让人讨厌了。